试试看。那今天要跟大家做一个示范的是，搭配我们的 UHF860 加 ANT， 在塑胶站板上面的运用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选择的 tech 呢是放置在这个塑胶站板的孔槽里面。那为什么主要放在这里？主要是放在这些里面呢，避免叉车在使用的时候破坏到我们的 tech。那同时放在 tech 放在中心点，也是以力从四个方向过来的讯号读取是最顺利的。那首先除了这个之外呢，那我们介绍一下大家测试的环境。那原则上呢，我们四周围就放了这种 sober， 好避免反射波来影响到我们整个测试的一个状况。那原则上呢，我们 tech 的中心点离我们的天线大约是两米左右，还是这个距离，也就是模拟这个叉车靠近我们站板时读取的一个效果。好，那这是第一。